欢迎来到左思华频道。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打字马来西亚的网红，超强啊！这位网红叫阿肉，是这样叫吧？当我看到他的影片的时候，就决定了一定要拍一集给大家看。他是一位小帅哥来的，然后呢，他最近开始了一个挑战系列，观众叫他挑战什么，他就去挑战，是的确不错的创意啦。可是要知道，有些观众是很可怕的，他们会去叫你挑战一些非常可怕的东西。但是阿露这位小帅哥呢，还真的去接受了这个挑战。我保证你看了他的挑战系列，那毛一定会站起来。我是忍住不看啊，我看了一两个，我就哇，太震撼了我的眼睛。所以我决定把我接下来的真实反应保留下来给你们看。所以我们废话少说，一起来看他的挑战系列吧。挑战吃青蛙，周一集沙拉旺我最疯，给你们看我去买的青蛙。Oh my god， 还是活的，知道吗？是不是很可爱 ？OK， 所以现在呢，我就要把青蛙吃下去。OK 啊 ，OK， 哦 ，OK 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哇！哇哦，很香哦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把青蛙吃下去。哇！啊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叫你吃青蛙，没有叫你吃生的青蛙哎！这位小帅哥，你可以把青蛙煮了再吃吗？这样子我还觉得没有那么恶心。我是真的佩服你，真的很可怕。我是没有吃过青蛙啦，我吃过田鸡，田鸡也是一种蛙类，只不过我不懂为什么它被叫成田鸡啊？田鸡不是应该要叫田蛙吗？但话说回来，这个青蛙活生生这样子吃，应该佩服 respect。帅哥，你要挑战可以，不要搞到进医院啊！所以跟你们说，他的挑战系列真是很疯狂。接下来，我相信会更疯狂。挑战剪烂自己的头发，周一集撒网最疯。我要剪我自己的头发了，来，我没有在怕的 ，Let's go。还好啊，剪头发而已。完蛋了，上面剪太短了，去剪。现在我已经来到 mall 里面了，所以现在我要找头发店拯救一下我的头发。他有剪头发了吗？因为我的头发给我自己剪坏了。嗯，还要染白眉毛，是帅的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刚才染的是金色，但是出来的效果是黑色的？我有点搞不懂，他们应该是要金色、青色头发的吗？还是因为那个天空暗的原因，造成他的头发变成了黑色啊？这他应该要在白天拍吗？这样子你根本都呈现不了染色的效果，有染的你没有染那样。其实帅哥样子帅，配什么都好看的啦。你看我的偶像吴宇燕，要光头有光头的帅，要头发给狗咬的时候也是有给狗咬的时候帅，重点还是样子啊。挑战去妈妈吃饭，然后生毅力叫她打包，周一集杀了我最疯。我现在有点尴尬。OK， 现在我要叫那个印度人来，因为我要叫炒饭，炒饭。现在我要叫炒饭。三毛欧的nasi goreng。一百万年以后，终于到了，慢的要死。有谁和我一样不喜欢吃这个辣椒酱 ？OK， 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一盘炒饭吃的只剩下一粒。我觉得妈妈当的炒饭很难吃哦。OK， 我已经吃了，只有狗一样。留的一粒米，给我们把它放在上面。所以现在我要叫他来。这加了。不。一看这个人就知道是傻逼。我的，这个大猫咪里面，这边他把我烤烤，而且还送我汤吃。这个饭我不会浪费，我回家一定会吃掉它的。回家后，这是我刚刚打包的。什么？
点过了，有点过了。有点过了，有点过了。这个阿妹我喜欢，我好奇哦，他那一粒米饭啊，他是不是用那个手链子抓给你？这个挑战还好，蛮有意思，还是刚才那个吃生青蛙比较比较牛逼。幸好他不是每一个都是那么的夸张，我以为每一个都那么夸张，哇，就很猛了。挑战吃面包虫，挑战吃面包虫 ，so easy， 沙漠飓风。给大家看看一下我刚刚买回来的。哇，看起来好美味！哇，动呀！哇 ，so good！ 不要动 ！OK， 给你们看一下，这就是那个虫虫。面包虫。真聪明！真聪明！真美味！各位来，我在吃啊。有那个感觉，好多东西的感觉，太恶心了。哇，我了，我现在一直在皱眉头。我把它咬断了，真美味。叫你吃面包虫，但不代表你一定要生吃啊，大哥。你可以去买那种零食啊，蛮特别的。可是至少那个东西已经是煮熟了的，哇，这简直就是太猛了。但是我还挺好奇，面包虫是什么味道？是不是面包味？应该是很臭的味道吧？咦，想象不到哎！你叫我去挑战生吃面包虫，我真是不敢，感觉到好多细菌哦！不行！我试过泰国的那些大昆虫啊，还有大蝎子啊，就吃起来咸咸的、脆脆的，因为它是炸了后，然后放很多盐。如果没有放盐的话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味道。而且昆虫啊，蛋白质很多，所以吃会强身健体。把蟑螂放进嘴巴咬一咬，挑战把蟑螂放进嘴巴咬一咬 ，so easy， 沙漠飓风。蟑螂找到你了，蟑螂 number one， so easy。把蟑螂各位，蟑螂。蟑螂很多细菌，有个病毒。哇，这个比那个面包虫还恶心。我的，这是活的吗？哇！哇！动哎，它的须。真的吗？这是玩具吧？我现在我的手抖脚抖 ，OK， 今天的挑战就到这里结束了。这是真蟑螂还是玩具蟑螂？这样子它好像是真的，不然是假的。可是它假的又真怎么办？哇，你真的最疯啊！蟑螂本身已经爬了很多垃圾，很多细菌，然后你在这里怎么进去？你们看啊，网红好做吗？可是我不会贬低他啦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赚取流量的方式，所以我觉得他是没有错，因为他都不是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可是他在伤害他自己。挑战只穿内裤去公园跑 ，so easy， 沙漠飓风，喵。所以现在我已经到公园了，我特地穿了紧身的。OK， 所以现在我要跑了。他还真的很敢哦，幸好他不是裸跑。如果是裸跑，喂，五体投地，穿内裤跑还能接受，但是重点是它下面挺大的。挑战是蜥蜴，兽医级沙漠飓风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刚刚我在苏川摩的那个夜市那边买的。哇，这个幸好是炸过而已。哇，很臭！我现在来试试看啊！妈的鸡巴呀，什么肉都没有，没有肉喂、欸，妈的！它的味道像那种咸鱼啊，咸鱼干的那种味道。OK， 所以现在我要吃它的头啊！哇，头！哇，头真的是！哇！哇！哇哦，它的头有北北的味道！
一定要讲那句话。他说你吃了一个头真的没劲哦。头里面那个脑哎，应该是没有啊。如果你想象一下，它里面还有脑，这样吃它头，那脑浆这样子喷出来，这全部被吃。那个嘴巴比你一个月不刷牙都还要臭，他真的是马来西亚最疯的网红。去舔你的拖鞋 ，so easy， 杀了我最疯。哦 ，OK， 因为我的拖鞋没有那么肮脏，所以我选择了包鞋，因为我的包鞋比较行。No! 来呀、啊，我现在舔了啊。No！ No！这个包鞋是苦苦的。OK， 这个挑战就结束了啦。继续写下你们的挑战，我没有在怕的啦。现在网红就这么疯狂了吗？他真的那么敢了吗？打着一个鞋就是舔。哇，我真的不敢哎！你要我做这种挑战？哇！我真的不敢了，哇哥！踩过厕所，踩过到处都有，那人，哇，到底哪里来的勇气啊？是梁静茹给的吗？在大街上滚来滚去 ，so easy， 杀了我最疯。Let's go。我还以为是在马路上，结果是在购物广场。我比较想要在马路上看见你这样滚。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。这个对我来讲是等级一，这个我也敢。但是舔拖鞋，你直接跳等级，还是等级一百？去垃圾桶挖垃圾吃，周一级，当然我最疯啊！挖垃圾吃，挖垃圾吃啊！到底这样真的没 ？OK， 所以现在我要挖垃圾吃。这个地方不会很臭吗？我操！这是什么？我觉得我还是舔这个吧。这个，哟！它里面还有一点水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丢！我心脏忍不住想舞蹈。不要喝了！啊，老鼠！刚刚那个老鼠跳出来吓死我！这个挑战真的，这个挑战真的，真的是太恶心了。影片就到这样了啦，拜拜。也是可能这个是作假的嘞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可以早早就放好那个瓶子，然后再演绎出来。这样的话，我心里还舒服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还不会感到那么恶心，有这个可能性哦。真的没有那么勇敢吧？跑去喝人家那个？我要灌输我自己，这是假的。他早早就已经计划好了，一切都是假的。喝马桶水，你敢我去吃屎？收一级杀老罪犯。喝马桶水？哇，那厕所有很肮脏啊喂。哇，你加了马桶酱那是 ？No！ Fuck！ OK， 我现在就要喝了。等一下，我开始严重怀疑这个是假的了啊！我已经喝了，所以你现在给我去吃屎啊！我严重怀疑这个是假的，因为我看到他有剪辑，他原本是装在那个马桶水，过来就剪了，他直接是有那个水了，他根本没有去拍，他这样子拿上来直接喝，他是透过剪辑然后再喝给你们看，你们这边看 ，OK， 他拿着吗？拿那个水 ，OK， 然后没有直接喝，他就剪，啊，就在这个时刻，他换了那个水。我就不信他那么勇敢，穿包了吗？啊，给我抓到了！不过就好，你还是不要喝了。看到你，如果真的是把那个水喝进你的嘴巴，我真是蟑螂你都敢吃了，为什么马桶水你会不敢喝呢？马桶水比蟑螂还要可怕？耶！
相信看到这里有很多人会认为现在的网红都变成这样了吗？网红都是这样烂的吗？其实在我这里，我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啦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如何变红的方式，都说是网红了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内容可以引人注意。如果你做的内容普普通通，那就很难做到网红了。而且现在这个网红市场已经几乎要跑满，要知道如果大家都做那种很正经的内容啊，这个市场就更难找碗饭吃，唯独只有这种猎奇的方式啊，才能引起你的注意。你看他现在的行销策略都已经成功了啊，他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，你们都认识到他了吗？你以为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吗？真的是很喜欢去挑战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？那你错了，他很明显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他只是要换取流量而已，重点是他不是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所以在我看来是 OK 的啦。只不过我好奇他那个垃圾桶里的食物，我觉得是假的吧，因为那个马桶水都是假的了，不懂你们认为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假的呢？好啦，毕竟这样的内容也不简单，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创作者。好啦，喜欢影片的话就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下集见。